是这种是咧讲，如果以时间限制来点讲，我无法度一一啊讲啊足清楚吼。啊，当然，讲诶，这是咱所做者理念啦吼。但是上盖重要，就是咱会向纯正的参悟。哦，啊，因为有参悟，有参悟，但咱会了解。啊，无参悟，有些工作者，啊，嘛是听会过，听会过，不了解。所以咱讲，凡事听会带，带落下他的。啊，生命啦，营养，加好一点命。啊，所以咱今日来当中来一点，咱有点书，啊，加精辟来做一个解析。当然，伊个办的理念，甲咱想到的这理念，咱做了解。那后边呢，咱当中来说，来讲到咱以爱上这个五处的这个推动的办法。当然，一处也是一个红多处。第二是叫做教务处、教务处。第三是咧讲啊，叫做总务处、总务处。啊，第四呢，啊，这个咧讲起来叫啊，这个秘书处，啊，秘书处。再来就咧讲消防处、社务处，啊，这就是咱女性。接下来变成了很爱想的五处领导。那今天因为所在的这宣布的内容叫做红道处、红道处、免得把刀做安当的一个解释，免得把刀什么方法把咱刀给杀好出，因为这杀出咱听好哦，这不是诈骗集团哦，诈骗集团因冒一个要教的方法，要把你诈骗个宣扬出去，爱当骗人的机关钱，这个是诈骗集团哦。啊，但是咱的道路方得出，咱是要把精力个传播出，和大家来当来做分哦。这是两种不同款的力量哦。安尼晓无？那是天道，还是就是地道？啊，恁今日去做这个物件，确实是来当把精力个弘扬。迄、那个真理叫做光，真理叫做生命，真理嘛叫道路。耶稣喊的是真理，就是道路嘛，生命嘛。啊，你把真理把弘扬出来，要让咱的作者在咱的心怀内当中，会当相信这个光。所以我告诉咱想听一句讲阿弥陀佛，好不？嗯。啊，阿弥陀佛，作者人嘛不一样，什么阿弥陀佛，只要慢慢的来，慢慢来，会开始了解。阿弥陀佛的地名叫做无量光啊，无量寿啦，无量光、无量寿，这个叫阿弥陀佛来。啊，可咱的生命当无量光跟无量寿，好、哦，所以咱人甲天地看、哦、天才、地才、人才，一天在都在，是咱袂当甲天地当中有结合，因为不敌这个消融之力。应用消融之力，啊，就讲咱今日去是那个天地，伊会当拥有，咱会当拥有。因为当然，咱就无了解这个定律。啊，咱今日去修行道，就是要安怎个天地当中有，迄个天地当中有，不是这个肉体甲天地当中有，是咱的自性到了无量光、无量寿的了解当中，这个在那个天地当中有啦。但是因为恁今日去。这个讲的，那红颜色来讲，第一叫做哪？过分嘛。啊，第二呢？开创创新。啊，开创。开创。开创创新。因为这有两种的方式，过分，咱这拿伊表现来讲的，哦，把这心得，把这脑得去过掉去，啊，再来推动心得去，啊，那叫做过分开源，敢是？嗯。不过呢，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讲，过分。咱家己这个本够好势，咱家己理念够好势，咱家己的修养够好势，咱家己的吼、哦，这个精神够好势，有影无？咱家己这个心真正足脆弱的，咱够本够本，咱够外口尔，家己这个心够袂好势。所以咱过去老人，咱一句话，咱讲了，你知影？家己在一
章，啊，别人不会再讲，对啦，你拢做了解。但是恁今仔做在我面，恁怎在我呢？恁今仔做掉，甲咱变化，明仔日当天再有咧。你看嘛，我们开发这些生意啊，吼，啊，现在在有我，今仔拢没有，哎，等到后半辈子在我，因为这是。伊这是热带的，热带的水果，你听无？啊，热带水果若拄着寒流来，我怕死啊！伊袂抗拒。啊，即摆伊知影，伊边仔要紧用着哪样？用着迄个泡沫啊，微微的，像咱人穿大衫，啊，两块。啊，你人若大人，人要穿大衫，我人要讲怕死的，对不对？人来怕死，穿来怕死的。啊，但是去穿穿啊，你都不知伊会怕你。但是你感觉伊会怕，伊嘛是感觉，是伊无了解伊感觉安尼尔。啊，所以这叫做哪？这叫做无了解迄个本。啊，恁家己有一个本，恁家己这个，这个是我这个本。哦，恁讲的是惊死人，但是恁家己呢，做出来恁笑死人。是安怎讲？一年恁在讲别人做，但是恁家己无如实。啊！但是这对恁个人有好处无？其实你讲甲一大堆，你若家己这个本够无好势，你讲个拢对。那么成就和你无关系啦哈。所以就一句讲，当时落去，孔圣人讲，君子无本。啊，后边有人讲，本立之德，本立之德行。啊，咱无本，咱有够本无？咱这个本够条无？够本嘛？咱这个本够条无？那个想法，你成就一个菩萨的这个因缘，你成就菩萨的本愿，哎，不是咱现在全讲讲的，哦，第一就是咱家己够好势，咱推动道道推动，开创，当开创会行嘞，我比别人还快，对，啊哪里当开创会行，啊我都，眼睛都不会行，我全讲讲的尔。你今日嘛是吃饱了，泡茶了，嘛无哩，嘛无哩，嘛无哩用心。啊，你今日今日做着，啊嘛差不多，随讲讲尔，嘛无哩用心，计划推动。哎，咱咧做人来甲你看，你敢听？啊，你不讲我做尔，我那边做。所以这就是讲，恁真正要做是不输，那叫做哪？跟我来，而不是你去做。安听无？喊我来，是你去做。咱咧带头创嘛，先当是真正过分，你家己一上个过分势，当真正我当创新，然后无后边了工作，都不能是真正是现实的物件。啊，你你也成就别人的成就，啊，你这个本来过好的，过好势，你无成就别人也袂成就，是不是安尼？人生到这个时阵是都袂断的，哪要甲讲个，我已经六十八岁了。我已经讲六十五岁进入半暝，我六十五岁一月二五，我就去进入半暝去台北开会，去刚刚去进入啦，进入就刚刚进入就半暝，都讲起刚才进入半暝，已经过三年了，还不变过。哦，所以我想你讲的，咱拢去那个时阵啊，那个柳芽农，一年当去刚变了过来，叫三级工，有一级工，咱们要培养一个心情。好啊，咱有个那个三级工，但是咱有思考讲，后一日娃娃叫三级工无？咱有想着这个问题。咱看迄个遗像里啊，看笑笑，后面甚至讲，啊，咱这遗像旁边有那很多遐笑笑的。哦，咱前两年去，前两个月，主席，伊妈妈遐两间阿婆，哦，我叫伊讲，主席。你妈妈这个相片是强是弱的？你讲我看看，伊九十四岁都未先看到四岁的点点，我相片笑的。伊讲伊妈妈一点六十几岁也未啦，但是伊妈妈也未死，一定来选择我。我那死了，一定去做我遗像啦。安尼啦，哦，伊跟我讲的，哦，啊，迄个重点，你离迄个庙三十公分以前，你做好些。那是重点，你不用三千块，一千你做唔好势无？你当你作接一年去见我那边，你有去体会到我有爱护啊什么？后日啊，我来到这个所在，我就去面对情况。
我就叫做用艺术来搭上造，不是用心，不是用松树来搭上造。两种好相像呢，用艺术来搭办这个代志，你到我们娱乐性质呢？用松树搭办这个物件，你用得到落呢？啊，那安尼当中，恁这个病是病在当中，啊，无恁得实干苦去办，咁是，所以这个快用这个的面干，啊，所以希望我恁大家拢有智慧，哦，大家。新奇的我给你去等我，后天我嘛要来哈，那等等的机会，安好无？不管你新奇，后天我喊你行，你去迄个你的时阵，把我招去里底去，啊，安尼煞烧烧出来，机会对啦吼。所以希望讲咱来好好拍拼，不管咱今日今日去，咱听课，这叫做课啦吼。但是机会很多变好课啦，感谢你吼。啊嘛是恭喜各位，我新春的第一拍。咱今日去做哪？精神班、青春小班，咱讲上了几堂课，哦，上了几堂课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咱大家做辛苦，来甲恁请位贵宾，哦，啊，我今日应该恁大家袂含我计较啦，吼、哦。因为我讲嘛，一出来就你，啊，你唔是当听咧，你对不对吼？啊，你别甲我计较，啊，你甲我计较，无错，我咧讲啥哩吼？对不对吼？啊，所以咧，我相信咱大家拢欢喜，啊，今日咱接受这个班，啊，伊嘛就要结束啦。上好的道理就是结束，对不对？上好的道理就结束了。啊，若到讲啰嗦，到讲袂煞，听你愈听愈温柔。我讲跟你开玩笑，因为道理你讲的，人家是我当开玩笑，你可能他比较低调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最后祝我们各位大家休息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啊，恭喜你。
起持驾，向其他母行三鞠躬礼，前倒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驾前人鞠躬，持驾后前人鞠躬，送驾各位的人士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驾前人鞠躬，送驾后前人鞠躬，送驾各位的人士鞠躬。恭喜恭喜！我们先请坐下哈，请坐下。